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今天是7月5号，阴有小雨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安大略省乌特华市一个著名的景点 Hogsback Park。 这个公园有瀑布、水坝、步道、有绿地，我现在就带大家去游览一下。这个宣传牌上表示有咖啡店、有卫生间、有观景台，还有步道。这个公园有大片的停车位，开门时间是早晨7点到晚上10点，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这个时间不能停车，否则会被拖走。这是卫生间，旁边这个就是饮食店或者咖啡店，但没开门。这就是一个大坝，有公路桥，有人行道。这是从大坝下来的水，形成了一个个小的瀑布。飞了，飞了，飞走了。这是水坝的下游，对面有个钓鱼的。他也怕人啊。是啊，那当然。这是水坝的上游。这是李渡河，老天爷很帮忙，光阴天滴的几滴的没下起来。好，这个公园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